吃药帅，今天你吃饭了吗？今天来到哪里呢？来到台中市北屯一点利活动市场的和凡宫日式料理。和凡宫日式料理啊，它的餐点啊非常厉害哦。还有这一个，看一下，单人的780/1580/1580，还有双人的2380。那我们今天吃的是单人的780，单人780就有什么味噌汤。然后章鱼沙拉跟一个生鱼片，一个海胆握寿司。这个海胆握寿司虽然说海胆有点软软的，不过没关系啊，看到那海胆那么多份上还是可以接受。这样子的话一个人是780块，而且啊这摊生意非常的好，他哈开个旗舰店在公益路那里，也是无菜单料理，更大间。不过呢听说是还好。各位有看到这个场景吗？这是在黄昏市场哦，而且啊这个生鱼片料理啊，肉啊切得非常的厚，各位看一下，哇这肉超厚一块的哎。这里面有，这应该是海蛎，然后黑尾鱼跟鲑鱼，还有一只，这应该是天使红虾哦，非常的漂亮。试看看这个鲑鱼，哦这鲑鱼吃下去啊，非常新鲜，充满油脂，而且又甜，不错不错。基本上生鱼片啊，生鱼片如果好吃啊，基本上生意都会很好。就这个，现在我知道啊，他们生意好是为什么？生鱼片是真的非常新鲜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黑尾鱼，哇，这个尾鱼。哇、哦，这个尾鱼闪闪发光哎！这尾鱼啊，脂肪也够，而且啊，它的颜色比较深啊，所以它铁的味道比较重，铁的味道是我们说说的血腥味。不过是很好吃的。现在我们吃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呢，这个是海胆手卷，上面海胆非常之多哎。哦、海胆是蛮甜的，虽然说味道没有很浓郁，不过吃起来有海胆的鲜甜味。比较可惜是啊，它这个海胆手卷啊，应该是等客人吃完之后再上，而不是一开始就丢上来，这放在后面还没吃，整个软掉了。海胆又不酥又不脆，怎么好吃哎？这师傅要多用点心哎，不是说菜单全部上上就算了。海胆软掉真的很难吃，可惜这个海胆手卷。对，看一下这个，这个是牛肉寿喜烧部分啊，780套餐啊就有牛肉寿喜烧。这牛肉还蛮多块的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哇，5大块的牛肉哎，把它搅拌一下，吃看看这个牛肉。这个牛肉看起来是蛮有油脂的，嗯，这牛肉啊，吃起来比较像这种培根牛，培根牛啊，就是接近肚子这边的胸腹肉，吃起来很甜，很好吃，而且在下面有个酒精灯在烧的。对嘛，吃东西就是要酒精灯，吃起来热热吃才好吃啊。刚刚那个味噌汤还有那个手卷太可惜了。这个鲑鱼下巴超大一块的哎，而且啊非常的有油脂哎，附上一片柠檬，你看看，重烤的东西啊就是要加一些柠檬才好吃。哎呦，这胡椒也不错。吃看看这个鲑鱼下巴，嗯，烤的酥酥脆脆的，哇，烧 yogurt， 非常的有油脂。这鲑鱼下巴吃起来
非常新鲜的。掌握声音可以这么好。啊，这个是780套餐的主食鹅肉饭，我以为会大碗一点，不过呢，其实还蛮可爱精致的。哇，我们单人套餐780主食饭食类已经来了，这个是鹅肉饭，里面呢是一些鹅肉、香菜、小黄瓜，还有一个酱油啊，就属于古早味的味道，就像猪油拌饭一样，不过呢它是鹅油酱油拌饭，不错不错。嗯，这个吃的时候啊，就把它搅拌均匀了，那鹅肉啊跟酱油香气才会出来。不过呢，我想说它应该蛮大一碗，不过这还蛮小碗的，非常精致可爱，小小一碗，不过吃到这边已经饱了啦。780套餐这样算是很多很多样化了。最后再来一个饭食，嗯，鸭寡你做的跟做稻草，而且这个饭啊煮得很好吃，粒粒分明，又鹅油香气。这个是我们最后的饭食耶。各位朋友们啊，如果机会来到台中市啊，记得来北屯黄昏市场1.6黄昏市场吃看看这个鹅房宫的套餐定食以及它无菜单料理。不要说台中市黄昏市场没有什么厉害的餐厅，台北啊有亚东市场啊，有历史啊，台中市也有鹅房宫。朋友们记得哦，来黄昏市场记得来鹅房宫吃下日本料理。如果你喜欢吃日本料理的话，记得鹅房宫。我是廖帅，黑森廖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